你要以静楼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两个胆敢入窃王府的小贼，就是和你对接的杀手吧？不是，他们不是杀手。你竟然如此在意他，倒叫我不得不思考你之前说过的话。你还真是聪慧过人啊！若是一般人，恐怕早就被你耍得团团转了。我没有耍你，我王瑞秋行走江湖多年，虽靠道为生，但也是承接楚沃的江湖豪杰。 而他们是我的师傅和师兄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一个杀手的胡言乱语。放心，你只要做好王妃就好。而他们俩，对不住了。梦一，梦一。 早再来，不，我明天中午再来。夫人好。你刚才又看见了什么？没看见什么。袁夫人，我最近耳朵有点背，能否劳烦您帮我纠正一下？ 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趁梦怡不在，立刻就杀了你。今天晚上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放开我！说什么呢，相公？不是答应了母亲吗？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同房。 六王爷，昨晚您一定很辛苦吧？多管闲事。他俩有透露什么吗？哦，不过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个。又被喂药了，要赶快找到师父师兄。 王爷，您总算出现了，夫人正带着人在府里找您呢。什么事？说您把王妃家人给藏起来了。这儿也没有啊。母亲，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
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没事没事的，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啊。老郭，我们去看下一个房间。母亲大人，娘子，咱们夫妻间的小事怎么能打扰母亲呢？六儿，你给我跪下，跪下。六儿，你不是打小就学习仁义礼智信吗？这都白学了。不就是远房来了几个亲人吗？怎么就不让见了？啊，这不见你就动手打人啊？你看看你，都给温文打成啥样了。六儿知错了，母亲，您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。谢谢王爷，夫人不杀之恩。快快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都是自家人，哪来的不杀之恩呢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母亲请见谅，我的两位表哥从小生活在山野里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被相公一吓唬，就以为小命不保了。孩儿冲动了，我这就向两位表哥赔个不是。不敢不敢不敢。老郭，刚才问问都跟我讲了，两位表哥从小一直很照顾他，这个呢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是府上感谢二位的养育之恩。谢谢夫人赏赐。母亲，那能不能让郭总管送他们回家呀？两位表哥大老远跑来，在府上多住上几日，也未尝不可呀。是吧，娘子？是啊，在府上多待几日吧，我让老郭安排安排。好，好。母亲，您若没什么吩咐的话，孩儿先行告退了。走吧。文文啊，你们小两口啊，年轻气盛的，有点小摩擦很正常。去房间跟他好好谈谈，啊。去吧，乖啊。这小两口，亲家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亲家啊，啊，夫妻之间嘛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很正常。这是你表妹啊，她的幸福你总得关心关心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得好好想一想。是吧？表哥。我昨日在书摊顺走了这个，你看有没有什么用？顺，顺便学一学。婚姻调解大师。